唱片公司红星哦，真的是红的。来，有请我们的陈美玲登场。陈美玲，这个是红歌星。大家晚上好，大家好。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们，还有我们今晚上的我的左手右手两位司仪，晚上好。姐姐，漂亮姐姐你好，来做个简单的介绍。是的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福建歌后陈美玲。今晚上真的很开心，能够出席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九龙大地的宣书宝诞。那今晚上呢，能够选择我们这么棒的这个乐队老师，还有我们安排策划人呢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为大家演唱。真的对，不容易能请到你出场。是的，我很高兴，非常开心邀请你过来哇！对，也当然辛苦了我们两位司仪，你们也是太棒了，你们也好辛苦哈、哦，马国塞车塞到这边来，我们是坐飞机来，坐飞机比较快。我们时间有限，要紧急一点，紧凑一点，来，再来什么歌曲？今天晚上我会特别安排，因为我们是特别嘉宾嘛，我们就安排两首歌。好，那就第一首歌呢，我们已经跟乐队老师已经做好准备，那这一首歌。是一首闽南语歌曲，来送给大家这一首《惜别的海岸》。来，观众朋友，掌声鼓励鼓励一下。Thank you.
天晚上的我们的乐队老师，你们说棒不棒？再来听看你们大家的尖叫声好不好？来 1, 2, 3, come on， Take off 啊！哎，是的，哇，大家有没有听到很欢欢哈？大家今天来看歌，大家对住，大家平安顺顺利利，搁会很欢欢哈。啊，咱的救亡也来保庇大家身体健康。